我之所以请两位长官一起来啊，因为两位长官在外界评价都很高了，其实两位都很适合当我们的检察总长了。当初因故哦，两位都没有当上哦，过去历史就不讲了啦哈、哦。不过都还有机会了哈、哦。这个司法院的工作更重要。白进良继续努力表现哈、哦。你看我这个会期来这里来很多次，也倒不是说哈、哦，英英他们叫帮谁不瞎呢？就是说我越来越做立委做那么久，突然发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的人群在这里啊、哦，没有好好的地啊，所以我一直来。表达为什么这样？我自己有个切身之痛，我那个办公室一定要来几个哦。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速审啊，就希望能够这个诉讼或者是判得快一点，但是品质也要好嘛，哈、哦。所以大家会跟这个有点关系，叫什么？一个叫滥诉，一个叫滥讼，这两个。我请教两位长官哦，请问。如果广告不实，要不要刑事事后？广告不实的，你的，是的。律师法里面有规定，律师不可以广告不实的，不可以用那个广告不实的那个招揽诉讼。不是讲这个，就是说，任何突然，比如这样讲啊，我们这样讲，候选人讲一个说，我做多少的服务，然后我做多少的立法多少，可以不可以？我认为这个不成立犯罪。不成立犯罪吗？两位长官，我来讲哦。我提这个是已经旧案的了、哦、那个公平交易法里面有广告不实，那个是交易行为啊，交易行为有一个行政上的责任。选举如果广告里面那个没有比较夸张哦，那个没有或者证件没办法兑现，有没有问题啊？那受全民的检视、啊，受全民检视嘛。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哦，我是受害者了。我选完了，拿十万多罗我多少票？我们有一位就是他连我的尾数都还没有、哦，他就说哎。我广告不死啊，所以我说我两年来我上一任啊，我的选民服务案件多少件这样啊，他们说这样子，然后就告我，说我欺骗选民，选民会看这样才投我的，然后就、欸、没有他告，我想落选的人可以告了，这当然我们都尊重了哈、哦，可是我就觉得很天才，我们的检察官配合他搞了一年多哎、欸，这样事情搞了一年多哎、欸，啊没有，我是想说，你是不是太严了？检察官凶严一块呢，这个事情可以配合他，然后你知道最后怎么聊吗？他要把所有资料再去律师那里，然后检察官派一个事务官拿个 V8 拍，一件两件三件四件这样数，哎，数了9000多件10000件，案例才结案。我的当事人不是跟我差几百票，不是哎、欸，他来就是来告我的人，他只有拿几百票啊，我拿10万多票啊。他如果跟我差几百票，我都觉得尊重了，我觉得他总是那个嘛哈、哦。我一直不愿意讲这个事情呢、啊，但是看到我们今天很认真在做这个事情呢、啊，我觉得我这个题目还是要把它公开讲出来，我觉得要让次长知道，就是说检察官几乎哦，我不知道检察官他就一直赔。就搞一年多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当过院长的、总统的，通通要受检验的，通他们有多少的证件没办法兑现呢？是不是欺骗选民呢？然后就可以告哎，就可以搞一年多哎，检察官搞一年多哎，只不过因为我在一个地方登个广告，花几千块新台币登个小广告，那里面写一个哎，我做多少的。立法多少，修法多少，选民服务多少，就这样写出来。哦，他抓住这个说，他怎么算？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选民服务啊！事实上，我实际上拿出来的，还有我都建档的，比那个还多。啊，不是，这些都没关系，这个人去告都可以的。是，我就想说，什么你要诉什么？可以这样的事情可以搞一年多，搞到还要传我出庭呢，哼，还要传我出庭呢。然后我就请假请律师帮我去啊，他的结案里面还帮我写一个我无故不到啊，我都按照程序一定的程序去请假了，还无故不到啊，市长，这种检察官你们不敢讲什么话啊，我都尊重了啊，我只是说你今天要来防止这些让他快，我觉得不要滥诉啊，也不要滥送，这个
这个一看就明年一看差价钱啊嘛，去补几波啊，但是那个都我都觉得该尊重了。但是为什么检察官可以配合他一直给补了呢？我就不了解了。市长要不要共解啊？我想检察官的训练呢，我们这一部分还是要加强。另一方面呢，主任检察官跟检察长个案了，要确实来督导，因为有些刚刚出来的检察官的确办案经验比较不够，所以主任检察官跟检察长要加强来指导。那个是主任检察官在主导的嘞，要加强来指导啊。检察长要主任检察官在办这个事情。对，还一条，主任检察官在办这个事情呢、啊。啊，市长，哦，我个人的看法，这种那个个人的广告不实啊，那是全民的检视。是啊，除非这个广告的内容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的。请问现在各个县市长对多少的，包括更高层次的选举，多少的广告没办法兑现的？你告诉我。啊，这个可以调那么调查那么久？没有，所以我就回到来，我这是我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已经结案了。所以我可以拿出来讲，在过程当中我还不敢讲，人家说我打压干什么的，这是那个情况那个一年多中间传了几次我们的资料，他用抽的，我的资料再卡车过去这个地检署那里，然后来几月几号抽出来又几件选民服务案，这样子办案呢，到最后叫我把所有资料全部搬到律师那里，一个一个给他看 V8 那些呗，哎，9001、9002呢，超过10000好了 ，stop 这样，安尼干部，所以我就请教你一个制度说，有没有个机制，就是检察官这个很明显的显而易见，这根本就是叫滥诉嘛，不是滥送嘛，就把它 stop， 有没有机制让它 stop， 不要再往下查，有没有？因为这个。浪费司法资源，难道不是吗？检察官去，还要我们要陪他，然后还有个书记官，还要带 V8，这主管伤多啊，那的主管伤多，我们的资源真的太多了。我们检察官啊，这样子弄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力量来稍微不要说制衡了哈，来约束一下说，这都没有查，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包括我要回到我的主。包括说我刚才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检察长要加强来指导，那假如案子在侦办的过程中法务部是不可以介入说这个案子不成立不要查了，我们是不可以的了。但是等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假如有接受到人民的陈述说他某个案子啊这根本就不成立啊，或者甚至于只是行政责任啊，不应该用刑事的手段来追诉啊，那像我们有接到这种陈述的话，我们会调卷个案来检讨的。因为不是我这个提出就是说，这个反正要扯都扯不完，任何包括像很多小小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对，这个只要有人一告，检察官只要他喜欢的，一点可搬回。有时候一看就知道，那个不要说办了，不要尝试用判断脑筋随便想都知道，根本就浪费时间嘛。这是办案经验。我刚提到了，我的就是要扯我的那个，现在看这个事情没有了，他继续还在扯他说我当初公办证件没有参加，那个人不是我签名啊，因为我的签字那一天有尾巴翘起来，我一般没有翘起来，说啊呢，说因为这样子啊，说当选无效啊呢，变哪里呢？啊你们也要再查呢，变哪里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查了，我只是说我觉得我是很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你看我一直已经搞了一年多，我都没有拿出来，但我只是提到说应该有个机制，包括有些的金融犯罪，这明明一看，比如说，这个根本就很小的事情，或者是民事之间这么几万块的事情，你们就可以不要再让他查。这个机制怎么建立啊？那市长？对，我们一般当检察官啊，就是一个案子一进来，一看显然的民事责任，或者显然的行政责任，我们就很快就过滤掉，我们把力量集中在刑事案件，有刑事责任的追诉。所以刚才我报告了，就是说。重要的在检察长、主任检察官要加强来指导，那么检察官的办案的智能的累积啊，我们这一部分也要加强来做。我非常同意刚才你们几位有提到的哈，应该像日本这样子，因为检察官认真去查，一起诉就马上有罪了。所以要诉审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也相信检察官都很优秀了，但是因为台湾现在一切都政治化有些政治上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了，
你得请拍部了。啊，碰到政治东西哈、哦，你们又不敢去碰，主任检察官不敢碰，检察长也不敢碰，啊，所以就变成打个互判疑问了，变这样子。哦，你看，你看那个曹新成骂你们那个说已经二审都无罪了，检察官还在起诉，还在上诉，这个像这个东西，这个外界的印象就非常不好，对你们很伤啊，真的很伤啊。所以回过来，市长是不是也赞同我们一审就事实审，二审就法律审，三审就如果这个两审都输了哈、哦，就不要再上诉了，可以吗？市长同意吗？可以啊，可以了。我们跟司法院就是要积极努力把这个金字塔型的诉讼架构给建立起来，不要一审来了一次，二审又来一次，对啊，搞到整个诉讼结束以后啊，不但司法人员也精疲力倦，这个当事人也精疲力倦，我觉得这个制度是值得建立。真的有时候什么还他清白了，迟来的正义了，真都已经不是正义，已经精疲力竭了，人哦都已经那里没死半条命了，对啊，没死半条命。所以我是啊、哦、这个感谢你这个我们司法单位还有我们法务单位啊都赞成，你们赶快提你们修正版本，我要提修正版本，我觉得啊、哦、这是捍卫哦这个人权的、啊、现在这个我们已经进步到这里了，大家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往前进步哦，我认为这个有必要，真的要真的人力起诉哦半条命的了，特别是哦，有时候呼噜呼噜就把它积压起来哦。你可以看嘛，有些那个专业人士，我不要讲哪些公司什么的，那个财务长被抓进去又出来，每天想自杀、欸，每天想自杀、欸。他觉得我一辈子读书读得好好的，我去帮人家赚钱，然后按照公司来讲，他认为都没事，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像这些事情，就这样把人家后、哦、一收押就四个月啊，几个月啊，出来都半条命，好几个、哦。我会数个一箩筐，科技公司的、高科技公司的，然后你们把他起诉，然后一审无罪，啊、那个财务长的，弄给有点乖，无罪啊，一审无罪，啊，你们继续要上诉，哦，这里不愿讲个案了哦，这个像这样子的，真的，市长你们两位都很有责任，因为我特别请两位一起来，两位都有可能未来当检察总长的，但也许你们觉得不需要了哈、哦，但是。真的，如果你们到了位置，要好好的盯了、啊，好好的盯这个事情，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绝对支持要打击犯罪。对，但是有些显而易见的，看起来哦，根本就违罪也好了，只是一个疏失也好啊，真的拜托你们，怎么样训练检察官呢、啊？不要浪费这些司法资源，特别在选举的这一部分呢、啊，这个真是我不可思议了，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个人经历了，我才知道哇。这里面法律太厉害了，检察官太厉害了，比谁都大，真的是没有人有办法治，因为大家不敢碰啊，一碰就是说这个什么政治力介入啊，一碰就是说什么要干预，没人敢碰。我多少选民服务啊，只要在上诉，我说这个我不接受司法，政治绝对不能接受，我一定拒绝，不敢碰啊。可是不敢碰，有些结果就是很气人呐、啊，这种东西明明看那个是好人，那个。给我关四个月出来，三个月出来，每天想自杀，啊，人家是什么财经的、国外的知名的学校毕业的，一辈子规规矩矩，要进了屋解说，那这个人就毁掉了，真的，两位，这个，我这一段了，这个我这个会期特别常常来，就是特别我自己，因为我那时就已经结束差不多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可以来，我希望能够从制度面了。好好的把人权这种这个照顾啊再次提升，再次落实，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